3月18号，2019年下午，又被故意整。那我说要这个饼，这种饼，它看起来好像是在柜子里取了两块，然后放一边去。它从里面，从柜台上取出两块来，然后结果那个白色的有问题，底下抹的臭东西，白色的抹的臭东西。3月18号，2019年下午，那很狡猾。拿出两块饼，从柜子里拿出两块饼，好像是给我拿的，好像是给我取的，结果又放到一边去不给我了。结果他从另外一个那个柜台上那个容器里拿出的、这个、他问我要白色的还是要这个灰面的，我说两种都要，他觉得有点吃惊，你看。然后呢，结果拿出了白色的，底下抹了东西的。今天2019年3月18号下午，那个年轻的女的，然后整我的，只有得录下来，还不能靠这个店里的这个相机，得我自己有的时候录一下。I need my call。很坏。那么的臭东西吐出来了，吃的不对。